建立，教学的程度。学术的教育总基础，不是讲逐渐的慢慢的来，一站一站慢慢的来，慢慢的来，你呾研究了会成熟，会成熟，你呾愈爱研究，啊愈爱研究，你呾叫了解，就是安尼啊，学科嘛都是安尼啊，哦，所以在破破玉垒。博物玉垒，这是辅助重要的教育方针之一啦。而且，博物与文大中学以内，对辅助重要的教育方针的这一块啦，也是主张教地学的方法之一啦。也是主张地学啊方法之一啦。要安怎？要来互兄弟姊妹了解《永乐篇》孔子讲。啊、哦，文主复合无文，用之以类，也可以是翻译。啊、哦，这个用也了，将孔子曾经安尼讲，文主复合无文呢，用之以类。啊、哦，复合是学问的基础，用类是道德的指挥，复合是开始入文学，对研究，因为都是记载在文学的内面。你看去研究，研究这个道的基础，慢慢啊，你就了解。后一日呢，带来用力来约束你，哦，约束你，哦，啊，所以用力是道德的指挥。你若落伫底，你就后日会开始道德去。哦，那孔子甲孔子甲咱讲讲，哦，感恩培植资源，啊，哎。啊，这爱普遍普广，啊，这合情合理就对啦，情合理哦，能行来做来，哦，所以慢慢啊，哦，无助感染，唔知讲要安怎了，控制解方法，就看见古来研究，哦，控制普广，讲古来不是，古来不严，古来不甜。哦，你是不下力，你爱看，你先听，你先念，你先懂。所以，咱来个念，对亲的方面在讲，辅助是先来关系嘛，可以早点中门处理啊，来切记下力，啊，这就是咱家己做出来。四门不要关，是家己做出来啊，啊，不要红力嘛，是家己做出来。所以四门啊关关掉嘞，就福德就造出来了。所以力就是道德的指挥。所以福门是啊低的范围，福门就是低的范围啊。欲力就是邪的范围啊，欲力就是邪的范围。所以咱在研究经典，慢慢啊深入研究，啊过来呢，落实去做，啊去做出来就是德行。去做出来就是对，去做出来对。你嘛，我捌做这些，我可能就叫做官，啊，不见得空空如也，你也记住不会。你捌做这些，会空高自大，空空如也，后日双手拢有皮挂后等你，爱玉器一类才有法度。所以上读诗书，讲究义理，会有心，字体有书。咱在上读这个诗书，诗甲书讲究的这个字甲理，哦，对咱心爱也有心得，哦，啊，体有书，对有书，也要去做，也要去体会。得有知，体现有行，哦，有知先，有知先，后日会流落在咱的行动。这就是原著所实践的福门玉垒，这句话就是讲原著呢，就是孔子啊去学问啊去求学问的实践玉垒啊，原著去叫孔子啊学习就是福门玉垒，这样再进言，来当安尼做，才真正进步。有心得，有心得，无干那破门也无落去，无玉垒也无落去，啊、哦，
因此原主在有强巴不离，所以呢，阮破门玉立的情形走出来，原主大人讲，你放放未起啊，强巴不离，那是叫叫叫叫叫掉了啊，放未起啊，会浓厚兴趣，会浓厚的兴趣，还是姊妹，咱对修道一定爱有浓厚兴趣。爱有路安尼高高啊，足够嘞！啊，搁有兴趣，真是激烈战略，进一步结集咱的力量，开始着研究，所有所领会，安尼咱才有法度领会。咱若无，无法度领会。可是终究无对立志，可是终究。将一堆字啊，咱也安尼做啊，到结果咧有哪滴唔对？所以从主从主连同偏得讲啊，得去眼睛一句话讲，伊眼睛一句话讲，讲辅助步一步，处一处，辅助一步一步行，伊倒尾后一步一步了。辅助哪用走嘞？我眼睛话我嘛是用走的啊。辅助第一滴，辅助啊，来走啊紧的，我会啊，来走啊紧的啊。辅助气喷十点啊，辅助气喷一十点，辅助呢，既然走足紧啊，我阁袂着。哦，走到限定内都无通看，哦，我动作后边嘛要用，哦，是会停哦。我只会听玉何何伊，我啊，我那做迄个路，慢慢啊，一来玉起来，玉玉伊后壁。所谓分一十点，分章会所入红利。所谓会，所谓会听就好，就是分章的玉章，不由自主啊，以上何常情。所以咱一定要了解，未使是无了解。咱若有读到一种，我若读到一种，实在讲，我拢会当目屎。嗯。因为我嘛拢会安尼读，搁再读，读搁再读。像我昨下，干呐看一种，看三四遍。嗯。看搁再看，看搁再看。嗯。咱做教师做伙。人有迄个心得，迄个心交伊做伙了后，伊就会安尼，就会发现就讲，辅助呢，啊，降级一哥，斩级一天，将计在前，无缘在后。辅助顺顺人先有余，福莫一分，欲莫一利，欲罢不能，是欲穷其不得加利。迄个姊妹，咱来有一款心得。咱若有这款心境，咱唔免惊，咱永远在遮落落个啊。自主的开天，你就会得地，因会升级。自因会伫三山坡离开老母娘，甲进七万多年，何况呢？甲进唔捌等于半年。唔是咧讲其他个，唔捌听。所以我进啊，发现这款东西，我来足修行。足向往的，就是讲我要安怎来回去，我一定要带在身边，慢慢的看，慢慢的做，慢慢的体会，哦，慢慢的做，慢慢的行，总有一天，我一定要回到希望极乐世界去，和我的老师在一起。我就有这个愿望，我就有这个实验，我希望讲我慢慢的走。阿静静做不好事，这个时候就跟老师做聚会。我大明到家，七万块钱来拢无得去。实在有悲哀。所以啊，困境的姊妹，哦，无论咱安怎样，咱一定会拉无条。爱情像放不出这陀螺杆的，会啊，你的先去款款，好永久不失志。用一句话，咱等于用两个知影。为啊得到一仙，即款款好，应如不实际。为啊得到一仙了后，嘛是咱一志
啊，不是讲伊鲜艳嘛，是一枝，即款款吼，变做咱人拍青色，安尼锁掉咧，行去又无去，行我即个，我即个一鲜就走去，哦，几乎失之，行去又无去，啊，弟兄们，咱来到遮，得到点咱所办的点，咱本来就爱锁掉咧，唔通锁无掉就走去，哦，你吃亏是咧，咱点的书无吃亏。咱的事情事过了，但是咱的主事了无成功，咱该了解七万块钱要登到西方吗？我相信咱在做主前人，有哪件事要无登去啊？啊，是这回来登去，人都降在咱庶民，都送走咱的农田，来自咱厝里，甲咱苦口婆心，来叫咱来得道，来学道，来修道。啊！咱唔听，咱唔听，就是吃亏的代价。所以，咱的姊妹，我呢再三再四甲咱叮咛，哦，目的就是要，互咱真正结伴，哦，就陪伴，啊，手牵手，心连心，倒转来西方。这才是咱人生真正的目标，嘛是咱真正的人生。我们在这里不是主要赚钱啊，不是主要传宗接代而已啊，咱来了解。